这个再版的路飞演得很艳，给我的感觉很飘，没质感，不知道兄弟们觉得如何呢？今天跟各位一起看的是由眼镜厂2022年十月发售的《海贼王编年史》系列《蒙奇D路飞》，手办高度在18厘米左右，这是再版的 KO 系列蹲姿路飞。先来看面雕，还原度方面一般般，能知道它是路飞，但是没有那么像，也不丑，这个小伙还挺帅的，感觉有点秀气。做工方面也比较完整，从模具细节到修饰涂装都有交代。头发的处理就一般般了，动态感还好，但是细节不多。手办身体方面，涂装量还是非常大的。模具表面没有太多纹理细节的刻画，整体比较平滑。肌肉上的阴影修饰，我个人比较喜欢，这种淡淡的阴影还是比较真实的。衣服上有大量的这种发白的涂装处理，是为了模仿缩具效果，有那种衣服起掉色的感觉。像背后这一大块白色就感觉有点过了。手型的模具细节非常丰富，还有做旧涂装加持，就是分模线没处理好。腰带是上的金属漆面，也算是有特点吧。帽子的做旧处理有点太重了，感觉好脏啊。裤子上跟上身是一样的处理，感觉就是洗掉色的牛仔裤。消光处理不错，褶皱感也很舒服。小腿的肌肉感很结实，脚型的细节也清晰，整体有做阴影修饰，就是会有点油。这个路飞在模具上是比较稳的，毕竟是 KOA 的再版，在涂装方面它真的很有自己的特点。颜色太偏，我个人不喜欢，像它的做旧效果有些兄弟也接受不了，所以见仁见智吧。最后感谢你的时间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